同志们好，今天小颖带着大家有一段特殊的旅行啊，看看去干什么。现在是凌晨的3:36，然后是-17°，够冷吧？今天真挺冷的，我特意多穿点啊，同志们。咱们现在出发啊，去接一个神秘人物。OK， 同志们见过哈尔滨的凌晨3:00吗？那是非常的寂静。同志们接到神秘嘉宾了，师爷打招呼，早不早啊，师爷？挺早是吧？4:14。对，现在4:14。对，现在-25°啊。对呀、啊，老冷了，咱出发吧，师爷。出发，开始神秘之旅。好 ，OK。OK， 营业时间。OK， 同志们好，接到神秘嘉宾李师傅啊，师爷咱出发呗，出发。没少穿吗？是不是得多穿点？今天25°啊，零下。困不困？困呐，困睡一会儿。哎呀，好。三，啊。同志们好，三二，同志们好，哈尔滨凌晨3:00啊，我们开始起来了，一行五人，开启神秘之旅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困不困？困，冷不冷？冷，-25°是不是？对，咱们出发呗，师爷，出发，一声令下，出发，前进，双城，我们来了，杀猪菜，走起。同志们，我们到了啊！都起来了吗？都起了啊！现在是6:30，我是3:30出来的，3个小时。同志们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到现场了啊！同志们，咱们开始吃吃喝喝，安师爷 ，OK。-25°，现在咱们开始烧水猪肉，农村的场景，同志们有没有回忆？马上也过年了，这一块师爷今天我和师爷也能吃一顿饱饭了。对，加水现在啊。师爷往这一撅，哎，烧火，哎，对，让师爷烧火。今天主要是让师爷过来烧火的，对吧？让国宴大师过来给咱们做烧火，火夫火夫嘛。对，你不烧火怎么就火？没毛病。一会儿吃喝这块跟师爷没啥关系了啊。烧完火，师爷就可以往回走了。好，师傅，有个问题，哎，咱们这是哪儿啊？怎么样？双城正南旗4门。干啥的？满足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正安全出门，直接在这儿，看小胖热乎上了啊！哎，你就热乎上了，姐，行，热乎上了，姐，热乎，是不是回到了这个找到了感觉？啊，找感觉是吧？找不找到你当年下乡？找感觉，主要得烧火呀！师爷，一会儿我们说让你去烧火去，你得烧火呀，行，让国宴大师烧火呀，行不行？来，咱跟我一起走，咱看看风浪吧。你不是黑龙江的？对，北国黑龙江。哎，正经的酸菜啊，正经的大缸酸菜，同志们。好啊，猪头切的，猪肉拌的，这个猪老李多少斤？300多斤吧。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一会儿咱就吃它呗。谁整的？炉子不破，真脑子。来，先来个刺身吧。你往前推一个，我往后推一个。你说真热乎，还是农村那个热乎啊？那一首歌里唱的酸菜缸里开梅花。哪开白花？哪首歌啊？东北的东是吧？对，酸菜缸里开白花，白脯在这。对，就是这种发酵的酸菜。那叫一个正宗，那一个地道。行了，一会儿咱们就烧水了，是吧？对，是烧水煮肉，煮了鸡啊，对，外血肠，对，然后分割猪肉。猪血呢？猪血在后边啊，湖北的是吧？一会儿咱就开始操作吧。来，同志们啊，看看我们啊，谁早吃呢？来。
快点，人家救火到了。没事没事。锅里呢？锅里上啊。来吧，同志们，咱们看看，这咱金老师啊，江米的，是吧？江米粘豆包，还有一个年糕，是不是？咱东北的一个特色，金老师吃的是这个啊，好多年没吃着了。然后大炕，然后还咱烧着，烧着苞米秧子吧，这个叫，对，苞米秧子，木棒子啊，东北的大白菜，土生大白菜，还有毛葱，还有这种蒜，挂这种干蒜，都是东北必备的啊，同志们，回头我也整点。能不能拿点？拿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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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说吃了啊？对，我放了腰子，腰子片，还得去本油呗，对吧？用那个水垫子，把油直接拽下去。我咱这大猪菜的是吧？专业吧？想当年师爷在这个饭店里也干这活，对呀、啊，剃猪肉嘛。现在饭店里没有这么剃的了，都是现烤的，是这样。师爷拿起来这个刀子，拿起柴火的这个火，对，猪蹄子。老师五十几了，老师吧，五十几。啊，你还老师吧？啊，六十多了。难道这个地域养什么？对，都比较年轻，都比较年轻啊。现在开始下火了啊，是吧？木火，木火呀。一会儿就用这个汤炖猪肉。对，下下汤是吧？对，煮点老汤，咱们用这个汤灌点。对。因为没有老汤不肥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讲究厨师的汤，唱饭的情，对不对？把专业词儿都整了。但是，民俗的也得做好吃呀、啊。民俗的就是师姐呗。走吧。好，豆包好了，走吧。豆包好了啊，朋友们。大冬日你能大豆包？哎呀，香味我都闻着了啊！我去，盐豆包出锅了，蘸点白糖是不是？吃点小菜儿，没谁了，没谁了。盐豆包蘸白沙，着急，准备桌子呗？准备桌子，我开饭。好嘞，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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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开吃了啊！来吧，师爷，粘豆包、干豆腐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咸菜啊，香香菜的是吧？香菜馅的啊，香菜馅的，香菜香菜馅的韭菜盒子，咸香菜。同志们，现在那农村的大冰箱。把这个排骨剁完之后，棒顶给它冻上了啊，留着过年吃。还有这个大肘子，这都是留过年吃啊。这块也是相当丰盛了，扔外边就行。现在大冰箱啥都够了，哎，香味出来了，现在香味出来了，加透了。汤大料的香味，香味啊，汤也浓了，下浓汤了，香味出来了。汤肥，就用这汤，一会儿咱们灌血啊，不然啊，酸酸菜就用它整。王妈，跟我来，咱们现在这个猪心啊和猪肺子已经煮熟了啊，热气腾腾的，切完了一份蘸菜鱼吃，老香啊，同志们，我们就等这口了啊，同志们，我上所里办个事儿，我别说，我看看，我看看这个。今天水利的怎么样？这一块，哎，来，这也是豪华版的，豪华版的娱乐场所，大大豪华，是吧？有没有人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叫一个地，那叫一个地道，是吧？里边就不让你了，不让你们进来了啊！来，走走一个，看，也是个天然的大坑啊，同志们。
老隐记酸菜啊，乳酸菌发酵。你看我们这酸菜，从颜色能看出来啊，就是白菜心儿啊制作的。然后今天就用酸菜做咱杀猪菜，杀猪菜是吧？好。没有天然地防腐剂的啊，每包500克啊，一包500克。这酸菜啊，看看，就给大家看看这酸菜。哎，一闻呐、啊，这个味道特别正啊。肉好了是吧？一扎就透是吧？是。这胡大劲是捞不出来了。对。那苦肠咋样了？捞就熟了。都捞了呗。对。然后一会儿灌血肠。对。用一汤下酸菜。同志们啊。我这雪颗粒有点饱呗，有没有觉得是啥的？现在捞出来，一会儿咱就吃。啊！喂，大白菜啊，同志们，农村就这个冻白菜，这焯完水之后蘸点酱，哦，咪哈拉哨了，是吧？老毕了，老毕了吧？就这个行不行，同志们？翡翠白玉是吧？翡翠白玉汤啊。别的了，咱来点冻白蘸酱吧，是不是行？一会儿就走起啊！走，进屋。啊，萝卜干呢？哎呀，晾的东北的萝卜干，咱一会儿蘸点酱，一起蘸就吃了。嘎嘎地泡完水焯一下是吧？对，来，青萝卜，青萝卜。咱一开始酸酸菜用的啥是吧？嗯。我用的具体，太香了。这玻璃啊，这破玻璃刀，不知道放地下去。好嘞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酸菜炒一下啊。对呀、啊，好像那有味儿。对。好嘞，下汤。来，小心点。好嘞，好嘞。收到吗？没拿来。行了，行了。中不？来点。再来点，来点，好，好嘞，好了，加点盐，加点盐，加点味精，有点枣儿，加点酱油啊，葱，啊，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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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等一会儿也行，开起来的，开起来那我就行。开锅了，下肉。杯子，杯子一下来啊！好了，好嘞，咱们看看他们干啥呢啊！这爷真不能真来。哎呦我这两三家你可整明白。来同志们，我给大家来看看大公鸡大宝贝儿，谁看谁不迷糊呢？这大公鸡二来个血气炖蘑菇就啥了，行不行？支持的同志们，后边起，行不行？咱一块儿做血气炖蘑菇，来吧，咱先大老胖。干下锅，老板除了撒了是吧？吃着香。对，今天要好吃。今天要煮一下。对，我给你煮成花生炒，捞包子蒸。对，再蒸一下啊。要是米饭吃出来，颗粒饱满，一定是一粒儿。对，肉头，肉头，这是五碗，大米的。蒸黄肉一酒，冰箱。有的是，慢点。一般再放上不去。再放蒸下来，冰箱试一下呀。这个下的鸡翅盖盖，那我上去啊！想招呼师爷吗？来呀！哎，真来，真来啊！慢点啊！那个明儿你上来吧，师爷要下去。师爷要下来啊！啊，我们储存点这胡萝卜。胡萝卜，冬天的。够不够？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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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不了。够肠了，兄弟们。啊！你们刚才谁干啥？
叔爷，这招待你是不好。哎呀，嘎嘎的。刚刚我们看了虎牌老虎，咱们现在开始啊，换牌去换啊，不得有完捞出来了。这套你，这漂亮，长这片子，二米半，二米半，小茶吧，小米的，小米，小米的，真好啊！咱们现在就蒸了吧，一边。对，快点儿，你们蒸。蒸多少天啊，姐？蒸20分钟就行。20分钟。好嘞，咱们走，看看下一个，咱们应该是马上过雪条了，同志们。这个是一大块儿，咱看雪肠。香哎，姜哈，姜姜葱。你有点喝什么？那刚才想的这胡辣的就。搁这干什么？这个三，外边有靠边上，这有那啥。师傅，这里是不是有血筋呢？有血筋呢。这都韭菜。大腿呢？行。早晨要吃热素菜，对，但现在太脏了是吧？对，空调啥都有。空调啥都有。不是捞捞这上面这个葱姜是吧？泡一泡入味儿，捞出去就行了。这锅里头的漏是吧？那脚啊，对汤了啊，同志们。喜欢吃嫩点吗？对，要吃嫩点。对呀、啊，你血肠你吃老了，老了就起那个光光了啊。行了 ，OK。能看得出来，他们基本上，基本上啊，两位老师傅在正在交流交流经验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现在开始换血肠。现在咱们开始赶热乎，切点五花肉。真香。然后这边有蒜苔，正常我们东北过年就是吃点蒜苔，然后什么萝卜干、爆的粉丝、焯的冻白菜，一会儿这都是蘸酱的。这是粉丝，一会儿咱们拌凉菜，是不是吧？对，嗯，大只蒜苔。那烧的上，往这里边，那烧的。现在火是大火呀、啊，这是。对，大火，这必须得往外开。大哥，你看这家烤的，专业。师爷出来了。专业啊。哦。老汤。血肠好了啊。一大盆的血肠，来吧，同志们，好了啊，看你搞开的啊，啊，这大血肠，我翻着呢啊，嘎嘎嫩着啊，一点毛孔眼没有啊，大凉菜，你现在开始拌料了啊，海带丝、黄瓜、干豆腐、胡萝卜丝、粉丝、辣椒油，现在开始了，一大盆子。爽口解腻，同志们，有没有对这个辣椒酱有感情啊？我个人对这辣椒酱嗷有感情啊！那整点冻白菜，整点这个萝卜干子，这也萝卜干子，这一蘸酱，挠挠香，香不香？我是谁啊？香。老饭好了，看看饭肉不肉头。老饭，老肉可熟了是吧？再配点干豆腐。蘸点猪心，来点酸菜、五花肉，就是香。师爷来点了吧？啊，捞饭吧，捞饭我也吃。同志们啊，就今天这杀猪蛋，就是一个蛋，香，太香了啊！来块五花肉，您蘸点蒜泥，来一口，一碗饭不够，您打一下。咋样？咋样？我淳朴的农村，老农民。哎，看看，吃小品，当地造，拉脸不相臊。你看，大朋友，哎，好，可
老四啊！不是中国知道。四爷，这一段这个美食之旅，杀猪菜吃咋样？这样，我讲呢，不虚此行啊！这次来这个吃这个杀猪菜，整个杀了一头猪啊！对，做这个杀猪菜比较原始啊，地域美食呢发源于双城，双城，而且呢是满族啊，对，这人最先这个做的杀猪菜，我认为啊，今天来呢是来的值。值得我们这个借鉴和学习。对，这个血肠特别嫩啊，血肠呢，火候掌握的，火候掌握的非常，才一勾才七八分钟，对，就熟了，就熟了。对，血肠切的呢，就是一个嫩，再一个没有风波，对啊，口感特别好。以后啊，像这样的这美食之旅，包括这样的民俗大菜，这都咱得走来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咱就是说，求啥呢？求原始的根本的菜，朴实求真是吧？对，求真。后期你看咱们那东北的冷水鱼，咱们看看能不能出一些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那个打冰窟窿出来的冷水鱼宴，鱼宴再搞一全鱼宴是吧？对。所以说，同志们，后期咱们期待一下啊，行不行，同志们？好，每日烟火气尽在老饮记。OK， 萨拉马蒂。